总统立委选战最后倒数，新总统新国会即将诞生。蔡英文、朱立伦、宋楚瑜谁将进入总统府？蓝绿大党第三势力群雄并起，立委选战激烈无比。从南到北分析十五激战选区，民进党挺进淡水河，国民党保得住浊水溪防线吗？立委选情空前焦灼，国会势力大洗牌。周晚间八点南部开讲，新总统新国会周六诞生，选战最后观察，谁能胜出？